想我了没？你有开始了。Hello， 张豆豆。Hello， 妈妈。我们要去干嘛啦？按摩啦。是不是今天第一天？是。咱们今年有什么？就是努力啦。加油！加油！张豆豆。哎。我们马上到新宇康复了哟。对。是不是？我猜张豆豆。又要给我说，我想他没？那你想他了没有？有点点耶。还可以，自己走进去了。张豆豆瘦了吗？苗条了嘎。我还是感觉我最近有点胖。张豆豆，你说张老师胖了没有？也有点点。张老师肯定胖了。那是腿胖。张豆豆，你刚刚让我帮他自己走进来了。啊，想我了没？你又开始了。你在刚刚在路上的时候，他都说，他说张老师肯定会问我想没想他。那你回答张老师。我都猜出来了。那你到底想没想？有一点点。我老想你了。他想按你。过来，妈妈给你抬过来。没有回来呀。好。我说的鼻子戴上去，我也不敢了。没，他什么东西？老师等一会儿要来，把这戴进去。我还没调整好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。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。一、二。一、二、三。太好了，叔叔，嗯。老师看，这个脸盆多大嘞？好，那个衣服这个衣服很烂喽。除非一边是有关系的。一个左边屁股在前面，一个右边屁股在前面。嗯，这什么歌？这什么舞？你比的啥子？好看，好，又去走路，要给钱。你，慢慢的走，喊我们回去啊。好棒。